是我觉得我妈妈比较舒服一点，啊，给我很大的感应，我才知道说，哦，安怎改嘛，改不起来，一个助缘道，也别干嘛加菜啊，别给他供出，而且我接受，我这样去做，那我一点烟瘾都没，从那个时候我没有第二次烟瘾，连别人吸我都不会羡慕，我会觉得不好闻，这个叫改变，就像一个惧高症的人马上可以超越，就这个意思。好，各位手上有一张。顺便把绳子还有黄色纸交给各位，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空也带多一点回家做，因为可能瘟疫没有那么早过去。如果能做下这上火把狼灭瘟神咒经，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回向，我们就直接念仪轨，请翻到第二页。第二页，那各位手上呢也可以。拿着绳子慢慢打也可以，也要怕，嘎别要怕嘎起来啊！有两种方法了，当然会打结的，就是打两圈，然后会有一个八字，像金刚杵的样子，然后合起来就有一个结，哇！就像我现在示范，你看你打两圈，有一个八字，六开六开就是一个金刚结。那第二种打法是他们习金难力的打法。他是在手上圈三圈，圈三圈以后把绳子从三圈中间过去。那我认为都可以，因为只要有信心吧，啊，因为在西经有这个传承。那我另外这个传承是从印度来的，他就在手上打三圈，然后绳子从三圈穿过去，然后打一个结，啊，这也是金刚结。那打两结的是以金刚杵做最主，那打三结的是三宝的加持。那我认为都可以啊，最主要是我们有信心，这个比较重要。然后各位可以边打七个结，然后我们会念21遍，21遍。那这一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雀瘟神经或是神咒，就算你不会念，把它放在筒子里面，以前古时候没塑胶袋，它叫放竹筒，挂在门上，瘟鬼不会进来。如果你去看病人。你都不用怕，身上带着这些瘟鬼会离开，不会染上你啊。所以，那现在已经发给各位了吗？拍摄我拢讲国语，为什么？今嘛电视咧看拢我们伟大的大陆同胞啊，所以每次我只要一讲闽南话，啊，马上就会等一下就会有反应。所以我认为各位都听得懂，没问题啊。所以各位翻到第二面，啊，他第一行，若能专心劝人书写，写这个咒，受持读诵此经，可以消殃却害，不是光肺炎哦，任何传染病、流感、肠炎这些都可以。若人不能诵，你把它倒掉，用竹筒盛安门户上，瘟鬼不敢过门，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延年益寿，得到吉祥，啊，非常好。然后。那已经帮各位印好了，但是各位等一下折的时候，字要朝外面，从后面折，最后是留着雀瘟经，然后绳子要绑，你看你怎么绑？我们是从下面绑到上面，上面留个线头，啊，你挂在胸口会靠后边，然后有些菩萨会了你就学，那至少我们大家念21遍，前面念一下南无佛陀一遍，后面呢，后面念21遍就是。孟多兰鬼、阿丘尼鬼啊，但是标准还是要念沙罗雀、沙罗雀、沙罗。沙罗雀是一个16神王，它是正面的。16神王在驱除瘟鬼的16神王，所以它叫沙罗雀。除了请佛菩萨，然后就请这个瘟神王，然后把这个瘟鬼让他能够。离开，或是把它超度啊！站在解脱道是离开了，站在佛教是希望瘟鬼得了一个菩提心啊，往生净土，做佛教的护法啊！我们就这样念一遍，开始。等一下，我们念到"今我弟子某甲"的时候，某甲各称你们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法名。
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十方诸佛，南无诸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圣僧，南无咒师，今我弟子赞品所说神咒，即从其愿，沙罗雀，沙罗雀，沙罗雀，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梦多难鬼，阿雀尼鬼，尼雀尸鬼，阿雀那鬼，波罗尼鬼，阿毗罗鬼，波提离鬼，即去即去，莫得久住。好，各位开始打无色线，打好了吗？然后你有黄色的咒语，可以把它卷起来，然后呢，字朝上，然后最后是睛明在上面，然后你打了七遍以后，再把它卷在上面，按照这上面念完二十一遍，把五色线绑七个结，黄纸卷起来，咒朝外，用五色线把它绑起来。那这样呢，瘟神不会靠近，得病的人很快恢复。如果我已经叫人家送了一些去不一样的医院，如果医院有在。哦，当然，如果他们能够拿到，那我认为这个非常时间，他们宁可相信吧。如果就是让生病的人带着啊，然后医院的门口如果有地方可以挂一个，甚至现在有传染病鸡问题了，家禽的问题也可以挂在鸡舍的地方啊。所以等于开始做家庭加工。开始做一天，做一百空白，搞不好你就背起来啊。有什么好处呢？形形色色传染病跟你无关的。再来，形形色色领导的人袂得罪，因为你有一个发心嘛啊。各位就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哦，真正是在帮助自己啦啊。不管你去解决别人什么问题，其实尾也拢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就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老火，你去解决就好势。你形形色色就袂老火啊，所以有这个福报啊，所以这个世间有什么种的痛苦，而且就是咱无法度去个帮助的时阵啊，去个祝福。那特别咱即马有成立一个慈悲基金会，那希望大家多多发挥，因为公主逼这能力，反正就是好代志，咱拢去做。那顺便要提一下，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过年开始，希望有一些新的进步或是发挥。那我们云林地区呢，是由以后会由占德法师做主持的云林地区。然后我们嘉义地区呢，我刚刚有跟众师姐谈了，应该是由我们湛严法师做主持，好不好啊？因为我们湛严法师在这边嘉义地区付出很多，可是我这一次呢做的方法可能会比较授权多的，用租期就是拢一户籍啊，我是人客啊啊。然后呢，包括行政、发展、财务，他们都要各自独立吧啊，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协会，那就希望这么多协会按照这些分开的，把这个协会的钱也都发下去了啊。那大家好好按照佛法去经营啊。那特别以出家人为主吧，然后在台南地区可能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台南麻豆园区还要建设，现在有
以后可能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道场吧，所以还要最近把巴塔也送进去了，可能会请我们湛勇法师，那天有跟他说由他来负责啊，所以啊，将来当然还有高雄地区，然后应该是湛石法师会去负责，当然负责不是该紧赶快，反正我就觉得讲堂啊办法会，那我希望他们多做一些，实际上以法会为根本，而且希望佛教年轻化啊，我人都是刚刚大家拢老啊老啊死啊，我说都无人啊啊，然后佛教要传承的，所以要年轻化、多元化，触角跟那章鱼一样，把佛法如何跟社会团体结合。啊，就像现在刚刚暂时实施赶回去高雄了，就是说我们跟政府结合办那些燃灯会，这样有很多很好的生命经验。那各位，我想在社会上有很多弱势团体，那我们出一点点钱，弱势团体提供他的东西，再把他们做的东西就送到另外一个，那可以接触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法师可以跟他们谈谈佛法。就像嘉义地区办的最成功的是我们这些长辈的读经会啊，那无论如何读多少算多少，大家参加法会，得到法会的功德加持，这样会更圆满啊。所以那希望我们，因为我们除了男众法师，还有女众法师，那女众法师也会各自负责。但是我希望以前我们有护生协会、印经协会，大部分呢各协会。各地方没有在参与，那现在我是希望大家都参与，集思广益，因为每个地方有它地方上的需要啊。特别护生协会在南部做的比北部大，所以以后拜托我们钟淑芬她在这边参与比较多，她能够多方面，她就希望各位也一起帮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吧，责无旁贷，因为广修功德。然后生命电视台有新的开始，各位都知道了，起码第七台不在绑，但是我们重在网路新的影片的制作，所以也会把生命电视台分成三个独立单位各自发挥，特别在高雄他们专业的人更多了，北部要找人也容易，宜兰也做得很稳，但是呢现在因为网路啊，它必须要有一点新的产品新的对话的方式，所以那可能就会比较希望各位也能够参与。我现在说的这样，菩萨道不是说 我做我的事，每一件好事情愿修一切善，无一善不修，只要是善业的菩萨的资粮的，愿断一切恶，无一恶不断，很怕也弄来去除掉，是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那你不能说 我只喜欢放生烟供，其他我不会啊，所以对六道众生，像今天供佛在天是对天道众生，那天道完以后还有阿修罗道众生啊，所有人类。那我想各位要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自己的素质，自己面对众生的能力，就像你会讲日本话，你会讲英语，你会讲法国话，那你要德化，现在有网络，你就可以加入他们的网络，加入他们的连结，你马上你会讲德文就可以度德文的众生，那可以把佛法，当然会讲德文的很多不见得他要这么做啊，也不见得他有因缘，但是我是刚刚讲学佛就要保持这个精进，提升自己的服务价值，所以我这样讲是希望大家一起多参与各道场各讲堂各协会的各种的工作，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么多就希望他能够做出来。但是我必须强调，不管你怎么样想要帮助众生，你必须从自己开始啊！如果你自己够细腻，够有耐心，还有那个福报力量，那做出来的事情自然就好啊！不用去跟人家对立，想说九桃二的九桃啊，选究的选究，没有办法，你只要去选究，那你自然反光，在黑暗的石头里面你自然显发亮度，重点是自己如何去增加自我的进化，自尽其意才有办法。阿兰都要做这里后代记，都要中暑人工，有一位老菩萨种南瓜，现在得了病癌症，没办法收成了，所以有很多人大家就一人买一颗，我这个叫爱心南瓜
啊，来，愿众南瓜老菩萨消除业障痛苦，冤亲债主得度，身心得恢复。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所以我们愿意买，就跟他结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缘啊。然后这样这样的善心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吧？啊，哦，哦，已经拢买起来，今日各位拍摄，一人抓一粒回去，当口口。哦，对啊，已经收集钱把它买下来。啊，这种代志大概都做，没讲哦，迄道一百只底下要抬，大概收集应该买起来，买起来是说你买个做啊，你。替我过敌啊，那就安尼就解决了啊，所以把转化一下嘛，转化一下。最近北部占乐法师有说，人家要九只牛，我们现在正跟他谈买，把你买九只牛40万，其中有两只怀孕了，但是现在跟他谈的是就地就地，对不对？给个老郎公，我护你行税的，你都卖起啊，啊，你都蒙狗蒙狗，这样我们也可以解决场地的问题。然后呢，老人自己也有收入，这个偶尔我们请邻居去关心一下，然后这样也可以圆满一个功德。好，那我们等一下做牌位回向啊。那各位有结缘品，今天有最主要有一个莲师愤怒莲师金刚盔甲咒，那各位要念这个咒的咒语，就在法会读诵本有啊。那只是说他带在身上这些瘟疫传染病。听说不丹人说叫刀枪不入，都在各位桌子上吗？啊，还有一个32个咒的咒语，里面有30个，包括大水救咒、往生咒，但是外表印的不一样，这一次有新的印法，然后永远不会褪色、不会坏，他用浮雕的印法。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绿度母，绿度母的，那有些是药师佛，有时现在发了吗？都有了 ，OK。好，我们回向一下，等一下要排位回向。啊，你那边行邓给嘛，我要紧，为了要赶回高雄，赶回哪里？我们努力回向啊，因为明天还好，后天我们在高雄刚刚有比较大型法会，然后暂时法师也去努力了。我们借这个机会，现在天气很凉快，很舒服，大家念念阿弥陀佛，好不好啊？那我最近会说，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两个观法。第一个观法是阿弥陀佛在心间，我必须强调，这个脑子是分别意识胸体，心不会分别，所以所有的持咒观修都是从心里面出去啊。各位念成习惯，念成习惯，用心去了解对方的感受，不要用这个，这个是分别，你会有一些先前的阿赖耶识给你一个讯号，但是用心。去关怀，所以我们持咒一定是从心里面观想莲花叶、莲花花中的日月种子之显现佛。所以我也教各位阿弥陀佛进你心，从阿弥陀佛又出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菩提心、空性、悲心，希望对方都得到超度。不管你做什么修行啊，只有我们的心态。所以我认为在天主基督教他们画的图也很好，耶稣基督玛利亚永远在心间有一个红色的爱心，然后放光啊，这个看起来很温暖。所以那好护理郎也要开始用心去放光，去爱众生啊。所以你可以观想心间有一颗球，水晶放光也可以。那站在南传佛教，他们是观想丹田，因为丹田代表放下，因为他们修解脱道。那站在大乘佛教，我们是修悲心啊，所以很少人说逼塔嘎公悲心，那么逼家悲心啊，那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各位多多这样练习，用心去观想对方，用心观去想对方的需要。所以台湾人说心肝宝贝，听入心啊。那这边是分别意识，那分别意识我们就用诵经来转化。那是爱众生，是用由衷的悲心对他放光，心间放出蓝色的光，放出白色的光，放出红色的光，去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各位可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面，你要观想黄色也可以，乃至有些人藏传佛教观想红色的，因为红色是来自于无量寿佛，是红色的，红色的光，
那从这边发出去，乃至最好的观想是从小小的阿弥陀佛变成整个身体合为一体的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点灯祈愿，我愿与弥陀合为一体。正是这样还不够，你的身体变整个世界，因为阿弥陀佛跟你合为一体，变成无量大尊的阿弥陀佛。然后念佛的时候，有阿弥陀佛心间放出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叫四色莲花，百千万朵，接引的众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嗲嗲那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这样来帮助你所想要帮助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你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咒语，念经典，但是佛教的原理就不离这个对众生的悲心，而升起愿成佛的菩提心，而能够安住在空性，转化自己变成药师佛，而且十方诸佛融入你，所以你身体变成无量无量的大，你每一个毛细孔都在放光，然后呢，来净化这个世界。我告诉各位，这个是当你面对到很痛苦没办法的事情，你也不要太起心动念去分别，反正我们祈求三宝加持，我们修仪轨，事情就会转化，啊，我们专心的去做，这个叫空性无所缘的，不离一个前行的动机，最后回向这个事情圆满，这样就好了。包括你在得癌症啊，包括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等等等等，我们还是这么专心。后面有个回向，我们念一下，刚刚看到它加进去了，各位的这一章倒数的第七行，我们一起念一下来。祈愿瘟神永不入，已然得病尽康复，五色咒现广施众，法界同盟佛家陪。所以各位，就如果现场有剩下多的，麻烦义工菩萨发给大家，大家都会了，然后那个纸大家多做几个，然后家里每个人都带，家家户户门口都放一个，乃至有医院我们也帮助他，乃至你自己去印，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最近上班了就会印多一点，印多一点，五色线买多一点，那大家尽量帮忙，也会寄到各中心，那大家就发心晚上来做，大家做做做，一起共修，一起做，也为这个事情负起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啊，一种承担，这个是一种悲心真上意乐的祝福，那这样就容易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好，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存。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趋缓，国人参加各种艺文活动时，也请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例如博物馆看展、听音乐会、演唱会时，请遵守下列事项：一、配合场馆防疫措施，如量测体温、消毒双手；二、保持适当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三、落实十连制，请民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请佩戴口罩，并在家休息，不出席公共场所活动，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防疫乐活新态度，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园的安全。
早安的放生是绝。